姓名楚小强职业何方何时是你失忆了吗撞你的司机是罗素集团的职业杀手这个犯罪集团的主要活动是军火贩毒人口买卖他在隐瞒什么有的瞬间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失忆到底是谁他们接近你不是为了得到你记忆里的秘密想要搞事情 They cannot get what the 小强 Drew had within 1 month They will all have to die一线在照计划进行别玩火啊警察一定要监视你现在有一个恢复记忆的机会对方比我们快了一步硬盘的结果我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让基德上站上去你就还有活的希望只有死人不会出卖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的性命关的时候了你不该回来的这个世界离你太远了